阿斯塔谢兰信息，关于你准备好生活在第五维度了吗？通灵瓦尼亚罗德里格斯。亲爱的地球兄弟姐妹们，我是阿斯塔谢兰，你如何定位自己呢？你的心好吗？我想说，很多人很平静，很多人都很平静和自信，知道发生的事情总是正确的，但许多人仍然恐惧，仍然害怕。那么我怎么跟他们说呢？要告诉他们什么呢？一句话，种下什么就收什么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因此，如果您选择生活在恐惧和敬畏中，那就是等待着您的东西。不要忘记这一点，不要想出那个现成的答案，哦，我是一个人。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人，但我们也知道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散发的东西。你想传播恐惧和害怕，还是想相信一切都会对你有利吗？如果您选择这两个假设中的一个或另一个，您将给予并获得回报。没有办法将一个与另一个区分开来，两者都会带来你发出的结果，它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会告诉你要小心你发出的东西。地球表面目前处于待命状态，等待新的活动和新的命令。是的，我们的士兵就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在适当的时候，他们会采取行动，只需一个命令即可将其全部启动。没有办法扭转或阻止任何事情，一切都已经经过精心计划和设计，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组织和计划进行。那么恐惧及害怕有什么用呢？它只会吸引更多相同的东西。相信你的道路，它让你准备好走到这一步。那些不跟随他们的人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。你会收获你种下的东西。如果你什么都没种过，你想怎么收割？然后，每个人都会准确地收获信任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种下的所有好处，不多也不少。这个星球上的一些代表非常担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我们降落在这里，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位置。他们已经被警告了，没有人会措手不及，但他们绝不相信这会发生。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在威胁他们，我们说了很多话，但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有趣方式，因为他们的大师不再在这个星球上。这不是已经完成了吗？在你的空间里发生的战争不再存在，不是做完了吗？他们是否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的保持他们的权利？我们将无所作为，明天他们将重新控制地球，那些被驱逐的人会回来。甜蜜的幻觉，因为这些众生不会再踏足这里。这个星球将不再接受任何人的统治。不管人类喜不喜欢，这个星球都会进化。我们为人口与地球同时崛起提供机会和手段。为此，您有机会学习，有些人可以完美的学习课程。许多人仍然怀疑，并且看起来与他们的统治者一模一样。我不相信会发生任何事情。所以，好吧，等着瞧吧。不要担心这个星球的未来。他的政府将是神圣光的政府，偏离宇宙法则的领导者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不会留下来。他们都将被丢弃，地球上将不再有他们的统治地位。完结了，当我们到达这里时，
他们的统治将结束，他们强加给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的这段黑暗、痛苦和苦难的时期也将结束。很多人疑惑，如果一切都那么美好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感？我问你，你愿意活在最大的傲慢中，而不用担心周围的人饿着肚子，突然失去一切，就是为了给周围的人提供食物吗？你会自然而开放地接受它吗？真诚地回答，许多人，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接受它，因为他们会发现失去一切是不公平的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？它是通过工作、正义、爱还是欺诈获得的？因为你知道哪些是消极的吗？你不会失去你在努力工作、用武力、建设、积极情绪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。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，因为这是在神法框架内诚实斗争的结果，你们总是互相关心。那么你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我们只会为那些从未有机会拥有任何东西的人伸张正义，因为这个机会被地球代表剥夺了。你认为人们将如何接受这一切吗？他们会鼓掌吗？他们都会同意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，准备好与这些人分道扬镳。当然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鼓掌，因为他们有饭吃，有工作，没有人可以获得财富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必要的东西，有尊严的生活和富足的生活所必须的东西。但毫不夸张，你是谁并不重要，将不再有过度行为和差异的余地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拥有同样的机会，所以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差距，将不再有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情况，所有人都将属于同一类别。那么，你如何将自己置于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中？心中欢喜，明知无兄弟挨饿。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会再睡在街上吗？那些选择与这个过程不相容的人将得到处理，他们的思想将得到振奋，以便他们学会以正确的方式生活，而不依赖于他人的善意。每个人，永远不要忘记，每个人都会有选择。不，我不想这样生活。我想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。很好。你会得到一张离开的票，你不会留在这个星球上。不要怀疑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被赶出这个星球，但你不知道，没有人有标签。啊，那个不是和光，所以他要走了。有人看到这个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不知道谁在离开，但他们正在离开，因此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分析。我们不会将事情标准化，每个人都会受到同样的对待，一切都将取决于每个人所散发出的东西，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。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东西，过上舒适安静的生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为了尽可能多的平等，准备好分享，释放自己，放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是你仍然执着于对你毫无用处的物质财富？因为，当你进入第五维度时，没有人会拥有任何东西。不会有财产。这是我的家。不，房子不属于任何人，而是属于任何想住在那里的人。任何看到空房子的人都可以进入并住在那里。在第五维度的法则下，任何人都不会入侵任何人的家，因为不会有那种感觉。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房子，
每个人都可以选择。渐渐的，每个人都会来到能够选择好房子的阶段。没有人会待在小屋里，没有人会待在丑陋的房子里，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相同的房屋，不会有区别。唯一的区别是住宿的大小，这将根据家庭的大小来确定。我们不会把一个十口之家放在只能容纳两个人的房子里。我们没有那么不理智。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美丽的家。你准备好迎接这个世界了吗？你准备好放弃你今天引以为豪的所有财产了吗？哦，我拥有这个，我拥有那个。你一无所有。盖亚，地球母亲，拥有她表面上的一切，而不是你。你现在正在使用地球的这个空间，这个房子。明天可能不是你。你准备好放弃这一切了吗？或者你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公平的？没有人会拥有任何东西，一切都将属于每个人，因为不再有贪婪，贪婪的感觉。我可以，你不能。它将不复存在。我说的是第五维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只担心活在当下，此时此地，而不是明天，而不是以后。这是关于此时此地，并意识到此时此地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您的道路。那么你选择什么呢？您是否准备好做出这些选择？或者如果它发生在您的邻居而不是您身上，您认为这很好吗？哦，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什么都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同意任何事情。但每个人都有权思考和达成共识，学习，放手并理解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任何人。不会有财产。不是地球上的所有一切都属于你，它属于盖亚。财产正是这个星球上不平等的原因。有些人有很多，非常之多，很多人一无所有。那么你选择什么？继续这种虚伪的生活，你们每个人总是试图贬低对方，比对方更重要。如果你对此说是，如果你想要这个世界，很好，你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，你将继续在这样的世界中，但不是在这里。这里没有地方。这个星球上将会有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完全平等和公正的世界，在那里没有人需要，无论他们是谁。不会有评判、歧视或分离，你们将共同生活，互相帮助，你们只有一个目标。保持地球清洁，让你们的生活和身体保持清洁和平衡。那时，在第五维度，我们真的希望你已经吸取了教训。就地球而言，因为我们将不再允许你在第三维度所做的事情。那你告诉我什么？你准备好迎接这个世界了吗？你现在有什么感情？恐惧还是兴奋？恐惧还是喜悦？与我所说的一切相比，你此时散发出什么？仔细聆听你的内心，即使你仍然觉得我所说的一切不公平，你仍然有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。但不要拖延太久，因为时间过得很快，你会被要求做出所有选择。阿斯塔谢兰 Esther Sharon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